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名为《我们都是劳动者》的上海首座农民工群像雕塑日前正式启动，它将由参与过卢浮宫雕塑修复的意大利著名雕塑家迪奥尼西奥先生创作。这座以普通劳动者为原型的农民工雕塑将于明年的5月1号劳动节正式落成，届时这些雕塑将被永久摆放在由这些建筑工人自己参与建造的楼盘中，以表达尊重劳动、幸福建造的理念。好，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新闻频道将播出的是见证西藏，请您继续收看，我们再会。